呀，铁男，我靠！我就唯一有一把呀，一不带魔抗就来这种 AP 英雄，哎呀，就是很烦人，你知道吧？不过没有关系啊。神圣分离者打，哎，这怎么还掉血了呢？这能忍得了？不是跟谁俩呢？这是啊，还闪现。这也就是没带魔抗，这带魔抗这都不用掉那么多血。回家了。哎，复用型药水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这不对。哎，对了，这不对啊。这也不对，还是这个对。这个对啊，神圣分离者不好用，哎呀，真是不好用啊，兄弟。你要觉得你这把太劣势了，你整个这玩意儿呢还行，劣势太大了，你整一个吧。这哪有和血战斧厉害呀？而且这玩意儿推线又慢。升三了吧？我也升了，啊，没想到吧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生气了啊！差不多得了，得了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啊？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是不是没完没了了？是不是没完没了了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告诉你，小伙子，我不打你不代表我怕你。我在这补会刀，就是不让补。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太可气了，这都给我放技能啊！回家。来个耀光吧！哎呀，但是不加冷却呀，这没几个加冷却的东西吗？好，来个皮孩。500万的房子就开50万的车，这样比较合理。我住1亿的房子，我也不开车，因为我没有驾照。我可以开飞机，哼。就非得要野别人，就非得野别人啊，就非得野，嗯。你再野我一下，我看看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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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对空一会儿线儿啊，看看他上不上来。嗯，骑电动车，电动车多不环保啊！骑自行车，
我觉得现在都不用不上车，这怎么有小反甲？这是开心起来了，出门就叫个车呗，去哪哪都堵，去哪还得找地方停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应该是用不上车了，这辈子。完事儿吧，还得保养，保养，然后这车还不增值，还贬值，这玩意儿呢。有车可以装杯，那为了一个装杯花钱不太合适。钱花的是有点多了，这是，这要是二三十块装个杯还行，几千块钱买个小跑车装个杯能装起来可能还行。有车可以去号脉，我号不了，我可号不了啊，咱不号那玩意儿了。砸什么呢？砸谁呢？对，就砸，就愣砸。你不要以为你整个小反甲我就杀不了你，小伙子。他只要敢上前来一小步，我现在是有皮海有加速啊，390移动速度。哎，你是不是感觉我是杀不了你是吧？哎呀，这波失误了，这波真的是失误，这波抠没抠出来，怎么回事呢？这能没抠出来？哎呦！我的小伙子！抠一下吧，看看三下的钱够不够啊？1130不够，吃狗屎的。然后我们正好打个峡谷先锋，回点血，把上路塔给他拔了。这玩意儿不好杀的话就算了，也不急着杀他，不用非得特别着急。我们打野怪甚至都回血，你知道吗？都不掉血。谁刀门那一钉啊？谁？这不瞎当了吗？我
我今天不把你皮扒了，我就不叫蓝炼汉。小伙子，你等着啊，我让你见。你可以杀我，可以打我，但是我最容忍不了的就是别人在这见。刘贤，走，跳弹下去，一块下来。先扣，这是硬让剑圣拿人头不给我呀，这是恶心人呐。不可血战斧吗？有个兄弟要出三项，我就让他看看效果。直接放了吧，不用等到两层了，我们这拆塔速度太快，等他出来这塔也就撞没了。啊，塔钱给了吗？这怎么的呢？杀你，你有脾气是吧？是不是有脾气？让他先一我们闪。哎呦我操，这怎么死的呢？啊，点盐了。哎呀，点盐了。嗯，点盐把我点死了，被那个铁男的点盐给点死了，要不然这赵信不一定能杀得了我。其实我改一个破败，这潘森真敢往上上啊。潘森怎么办啊？先把铁男杀了。给个人头啊，这人头 OK。三项真不行，性价比太低了，不好用，性价比不行啊，没上个版本三项性价比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赵信我们在这儿应该能蹲到他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在这儿等一下啊，应该会来的。嗯，哎，这伤害这个低呀，在这儿等啊呀，给我草给我烧没了。
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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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麻烦别走没用，今天你肯定走不了，我跟你说今天你肯定是走不了，上面没有跳弹，小伙子你不会要送塔吧？我的妈呀，这火龙出的真不是时候，把草丛烧没了，一点求生欲也没有啊，满血送塔，真是佛了，这是。回家出装呗，不行，钱不够，等一等吧。哎呦，痛痛痛！快走！攻击会获得25移动速度。你们看啊，现在我是390移动速度对吧？我放个 E， 连加速都不给。所以他这个写的感觉有问题呀、啊！什么叫攻击会提供25移动速度？就是你所有技能都得提供25移动速度才对呢。这都不提供，加了加什么加了？哪加了？攻击怎么能是平 A 呢？那你就应该是普通攻击啊、哦！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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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击就是平 A， 对，这没错啊，攻击就是平 A， 造成伤害才叫所有技能啊，攻击就是平 A， 没毛病啊，加了慢了一秒。兄弟，咱这什么眼神儿？你给我看好了，390啊！你给我看好了，加了吗？加没加？咱怎么现在眼神还不对了呢？这是干嘛呢？这是。加啥了？加啥了？加啥了？390，这是平 A 了。等会儿啊，哪加了？你这老杠什么玩意儿？这也能杠两下子？连这种东西都能杠两下子，兄弟？我要给这潘神定住，他能不能骂人？你又送塔呀？你不会又要送这个塔吧？这个塔跟你有仇是吧？扣能不能加？那扣普通攻击可不加吗？你自己看，390，
他要能动一下，我都跟你姓，行不行？我可能把这三连一死，他都不在家的。别扯淡了，行不行？出装备去吧。咋这么痛呢？这真不行啊！这三项啊，三项确实是不太行，能卖给他卖了吧，不太好用。别老操盘了，我上去不杀人吧，他妈说我操盘；我上去死了吧，又说我操盘。那你到底想咋的？你说，那你到底想怎么办？你到底想怎么办？我不去人家高地，我上哪杀人去？我不杀人，你说我操盘；我跑过去杀人死了没杀了，你说我也操盘。那你到底想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到底想怎么样，给条明示。想干嘛？台中吧，那塔也不出啊，那也不出塔，只能打大龙的这个时候。打大龙吧，要不下路也行，把下路拆了吧。在发啥问号啊？谁给发问号啊？无极剑圣上！哇，剑圣厉害了啊，剑圣！